欢迎收睇曲线音乐节目《劲曲金曲》，我系崔健芒阿 Mango。事不宜迟，即刻为大家揭晓本周劲曲金榜。谭议员因为耳仔生咗息肉入院做手术，但系俾人话佢用特权打尖，有咩问题啊？有病梗系要即刻睇医生噶啦，有识之士做嘢，你啲星斗市民点会明啊？第十位有谭议员解释事件始末之过，息肉健康。如若我患了息肉，怕就怕我要慢更等长久，连累我发起高烧，惊你哋送我去普通病床。你以为佢唱足三个星期？其实是叫得大声得滞，回音嚟嘅啫，呃我唔到嘅。第九位，我声带真的受伤了，盘菜形子。电话响起了，你又说话了，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了，这么年声音变得冷淡了，是你变了。可能你会问，又是这样，还有什么好讲啊？我都觉得是，所以咪用唱的咯。第八位，我爱黎明 Melly 三大天王。明明是你能飞福定地，其实你太好奇，喜欢你讲什么都感识到。各位一带一路的 K 迷，是不是唱得很开心呢？走的时候不要留下你的随身旅伴，下次来访京记住唱我这首新歌啦。第七位 K 歌之团，翁团友蛇团友。还能随便吗？拥抱你，你未够兴奋，便宜地满足福建力高的性感。如果有人跟你说他有齐七粒港珠，不用问他一定是吴凡，有个好猛的爸爸悟空在后面帮他。第六位港珠兼张崇基张崇德。天遇到那个艺人大梦梦，齐去集邮要集邮，难去上传快上传念书中。你怎知道今天会 OT 的？不知道的，死线在明天嘛，工时是没有绝对的。其实 OT 又有什么好怕的？第五位流泪啊继续做许员工。流泪啊要服务，别再被感恩的报酬吓到，宁愿再偷生都命中。不知道由几时开始，按个掣开电视来看，要好像按个掣发射核武那么挣扎。第四位，小城电视兼赵学而。如果你听了这位歌手的新歌整个星期都还未是好意会到当中的意义，不如听着这首新的旧歌先吧。贵军歌爱意2016 Ben 如成。啊，西方 food truck 真美丽，令你令你令我令我吃香肠。啊，啲人们变真美丽，我定要唱高位唱。一个国际品牌急于同一个本地歌手割席，令关公又再以超越小凤姐之势被急破。周公关夹在高层同网民之间有冤无路数，唯有以歌声唱出面红的心声，演绎本周亚军歌《关公偏头痛》。
关公诈骗曹操，关公诈骗曹操，说兵派不够重，关公公公公公公公，关公他猛当凶，关公他猛当凶，那兵派被围攻，连书有六营三千却不敢走。这件事大家都好嬲，毛毛都是一样，但嬲得嚟其实仲有啲石，因为今时今日在香港只是想挺直腰板做人，原来都是这么难。把口有得讲嘢，搞到冇得食饭，唔系废铁系咩？重新上榜，笑中有泪。本周冠军歌《废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兼何韵诗。送俾你哋，《废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我相信我哋只要继续去做我哋相信嘅事。廢青都可以變一個最好的 package。 從頭用吊猛揾錢的信仰，拒絕向高向上，能喝汽水我不必死藥，隨著每個打擊我會著涼，我散我也不想飲淡靚湯，喉嚨才舒暢。其實個社會乜都收購，最後令我站著亦取笑。佢抱上人兩間飯，人我想休養。我變做了廢鐵，但未完全勝利。去就馬上食個你，我單想可以呼籲東方節瓷器，賤賣我那顆心就不 OK。 我變做了廢鐵，承載不埋你哋，成就廢燉嘅世紀，一個得到已夠包養自己，有那用事增多整下發你。知道嚇退，説話無乜顧慮，才夠噴著兩粒中口水，然後我掃低咗一啲規矩，先至斷了斷水。都怪我是從來不識趣，水雖冷得意太頓，頓到上面亦不退，卻困在維港沒人來也不出去。我變做了廢鐵，但未完全勝利，退就馬上食個你，我都想可以呼籲東方節瓷器，賤賣我那顆心就成就廢燉嘅世紀，因你都想嘆下着下自己，就一身馬得中石淡美。
快得起。